家下午好，今天由印尼巴当岛黄茂歌咏与新加坡杨氏公会文工团联办中秋节歌唱交流观摩会节目正式开始。首先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饱未？吃饱吃饱了哦，吃饱吃饱了。现在我们要看歌唱节目，大家放松心情，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刻。那么首先我也要感谢黄茂歌友会筹备委员会大力的支持，感谢杨振杰老师与徐嘉荣为我们精心制作。那么今天的上半场呢是我们的交流会，那么下半场我们会有情歌观摩会，将会有十组进行比赛。在节目还没有正式的开始独唱之前呢，是由我们新加坡杨氏公会文工团团员为大家呈现三首合唱歌曲，第一首《月儿像柠檬》，第二首《醉茫茫》，第三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如果在场的朋友会唱，我们大家一起唱，同欢共乐。好，我们进行《月儿像柠檬》。Thank you.
想着你。
接下来呢，我们让他们慢慢走下台。我们第一位演唱，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的开场呢，是我们印尼的代表张小林，也是一位漂亮的美女哦。她说：“情诗写在彩云上。”我们稍作等待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里有大概30位的团员呢，来到印尼，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同欢共乐。那么切磋歌艺。